3月26日晚8点，国足世预赛将迎战新加坡。而据体坛周报记者报道，国足主帅伊万科维奇将对国足的后防线进行人员调整，高准翼可能要顶替张琳芃踢右后卫首发位置，同时山东泰山门将王大雷也可能迎来首发的机会，期待国足能轻松拿下对手。